我们又到了 Big Sky 的山顶，又到了这个小房子，准备和张一起签个生死状就下了，生死由天。走走走，去吧。签生死状，签生死状。A lot of people here. Hey, how are you? Good, how are you guys? Can we sign up for the big color? Cool, yeah. Okay. Signing right there. Thanks. 生死状。Alright, your turn, John. 现在几点了呀？现在十点四十。十点四十来得及。有钱吗？可以可以可以，来刷一圈刷一圈。走 ，Thank you。Yeah, of course. 好，就现在就等着十二点，然后开干了。现在先下一次 Liberty Bowl。Another time, about to share this love of mine. Lose the color line, fall in love with the one divine. I hear calling. 再次回来了 ，Tram， 这就是上 Big Sky 山顶的 Tram。今天人太少了，太少了。这个昨天我们排了四五十分钟的队，今天感觉二十分钟就能上去了。这是我们要下的地方。这个好陡。可怕可怕可怕，心里的退堂鼓咚咚咚咚的响。朋友们，我们现在又上到了山顶，走向这个命运的小房。刚刚在缆车上看那个 Big Color，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陡的，而且特别特别窄，所以说就不能走很大的 traverse。现在到这个小房子开始等我们的 spot。 哇，这个抛，哇哇，这是好厚啊，感觉今天滑完这个的话 Big Sky 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抛也滑了，冰也滑了，面条也滑了，啊，太爽了，今天就剩最后一个挑战了。我靠，但是还是有点害怕，现在待会问人家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走，这边就是通向 Big Color 的路，光这个路的一个小木桩子看着有点恐怖，就是要山路十八盘绕下去。What's up？ 哇，这个宿命小房。Good luck, guys！ Excuse me.好，到我们了，我们要进去了。Hey, how are you? We're here for the 12 o'clock. Okay, have a seat. Nice. Made it on time. Oh, God. How much time do we have left? What's the time now? 11:42. Thanks.还可以做一下最后的心理准备。这个就是 beacon， 下 big color 必须要的 beacon， 需要把这个拿在身上以防雪崩，因为这个雪崩的话别人就会有信号可以搜救你。现在时间变好了，我们要走了，我们要出发了，我就不拿着杆路了，因为这个拿杆路有点找死。就是这个，我们最近的一个，
应该是从哪条路啊？这个是吗？差不多上面是吗？Let's do it. 来了 ，Big Color。The gears won't turn and the leaves won't grow. There's no place to run and no gasoline. The engine won't turn and the train won't leave. Engines won't turn and the train won't leave. 我感觉我得上去。I'll stay with you tonight. Hold you close till the morning light. 啊，长口气儿。啊啊！就是那个弯下去，这就是了，是吧？下面我放太轻了，我操，这就是了。啊，等一下，你先下还是我先下？我先下是吗？那我先下。朋友们，体验一下。啊，滑滑板不掉了。好的。我刚过来已经累了，啊，好喘呀！下面之后是什么？啊，深吸一口气。哇，体验一下这个角度，来来来。哦，我也要下了，哇，看一下两边的石头，哇，爽！啊，我操，这好陡！这边的雪崩了，开始。啊啊！哦 ，shit！ 哦，
快到山下了。Nice, nice, 加油！这边好多了，来吧，我先下了。